我们知道意大利面挺有名的，好吃不好吃就不知道了。我没吃过，但是听说很好吃，有机会去冰西西买一桶康帅傅泡一下，给它取名叫意大利尝尝就知道了。意大利面不止意大利人喜欢吃，在英国也颇受好评。在1957年的4月1日，英国广播公司 BBC 正规的新闻媒体机构报道了瑞士一户农家正在意大利面条树上摘面条的新闻，把一根根的面条从树上摘下来后放在太阳下晒干。在当时意大利面在英国还没有彻底普及，大家并不知道面条是用小麦粉做的，以为真是从树上长下来的。于是大家纷纷打电话询问怎么才能种意大利面条树，搞得工作人员哈哈大笑。即使多年后的今天，这也是电视媒体在愚人节开的最大的玩笑了。长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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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